11月5日，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央乐团成员共同演奏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倔强》等熟悉的旋律中，第六届南昌国际军乐节嘉年华活动在位于江西南昌的江南名楼滕王阁拉开序幕。当天，作为南昌军乐嘉年华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之一，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央乐团、英国苏格兰黑色守望风笛管乐团、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仪仗队表演团、法国装甲骑兵军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乐团轮番登场，共同为现场民众献上了一场盛大的军乐盛宴。来自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仪仗队表演团的领队艾伦介绍称，此次他们带来的是非常传统的欧洲表演风格，他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一件好事。Of course it's good. It's good always to put a different type of culture, different type of performance, different type of human beings all together in one spot. It's always impressive, you know, that you can find somebody totally different at your performance and you can be part of it to see how this beautiful world is made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different type of people, yeah.今年88岁的印余生是一名抗战老兵，已经连续参与四届南昌军乐节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谈了自己的感受。这个是鼓舞士气的，哪个国家的军乐队啊，战争时期就是鼓舞军队啊，这个啊奋勇向前啊，给人民群众带来广泛的文化娱乐活动啊，这个是意义很大，所以我每次活动我都来参加。据了解，南昌国际军乐节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累计参演国家23个，国外参演团队30支次，随着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国际军乐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